其词吗？当你领略何谓真正意义的得天独厚，实至名归四个字的苍白无力反而来得猝不及防。纵然大自然有鬼斧神工的手笔，似乎在这夺天地造化之法面前仍稍显逊色。在这里，一笔一画的与物与情，勾勒着我在新年里的那点小小心思，也带我读懂了匠心的慎终如始。寻宝的最后，是我送你一份祝福，愿你像我这般，龙年稳稳拿捏。